我都看到朱大哥，人台湾国语对只红啊，我嘛免改啊，我嘛感觉讲安尼，这个是一个流行啦。哦，所以你若唱晚风，你起码有向善啦，啊，敢那恭维的意愿。因为这是实在话，就是讲，即马确确实实有安尼流行，迄叫台式的风味嘛。我感觉这个风味嘛，台式的风味，阮家中式呢。你该无讲调的啦？有啥物味？伊讲台湾味的啦，你讲的国语有台湾味，足有亲切感。啊，你要讲台湾味啊？啊，台湾啦，跟电视台无关啦。哦。所以你的晚风买用迄个台湾国语唱啦，夕阳西啊，晚风凉啊。哦，你安尼唱无人买哦。